所以你不要用身体往后移，不要用身体移，你身体移往这边移，你下来以后一定有这个力量，有这个力量你就到膝盖去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直上直下，你要用胯直上直下，你看直上直下，不要用这个，不要用，你看这个就到膝盖去。要不到力量准确，力量准确，力量准确，准确就是下去，晓得吗？下去不要有这个，不要这个，好，不要这个，好，来。